五段花步的节拍，一二三和四，五和六，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和四，五和六，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我们再换一个角度，一二三和四，五和六，七和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第五段花步的分解动作，五瓣相对。好，我们先外脚做退踏，然后要做个踢踏踏啊，退踏。踢踏踏的时候呢，女生可以踢在男生的左脚的下面。好，踢踏踏，踢。好，我们再一次踢踏踏，预备起，踢踏踏，再一次踢踏踏，踢踏踏。好，接下来女生可以做一个基本步，踏踏踏踏踏踏呢，我们可以左转，踏踏踏踏踏踏。接下来带女生右后转，我们要做一个这个 chicken walk， 好，慢慢，快快快快。好，男生在拖着女生做踢踏踏，男退女进，踢踏踏踢踏踏。好，女生再用六步呢左转出去，踏踏踏踏踏踏。最后呢，两个人退踏，推手一起做美式转，退二，踏踏踏踏踏踏。好，接着我们在另外一个方位做一次。好，五瓣退踏往前两个，踢踏踏，退二，踢踏踏踢踏踏。好，跑六步呢左转，一和二，三和四。接下来带女生右转做基步，慢慢，快快快快。好，男生退，拖着女生再做两个踢踏踏，踢踏踏踢踏踏。女生再用六步跑回原位，踏踏踏踏踏踏。最后外脚后退，退二，推手美式转，踏踏踏踏踏踏。